哎，各位大家好，我要谈的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系列的友情的系列里面的，要讲这个台中一中的两个学长，一个是陈立雄先生啊，是1929年出生哈，那1997年过世，在日本过世。陈立雄先生这个是在台中一中读完以后啊，就台大外文系，那他的毕业论文呢、啊、是请那个夏季安先生啊。指导啊，就翻译那个萧伯纳的一个关于谈论婚姻的这个论文，现在在台大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决定要去美国读书，或者是去日本读书啊。那不晓怎么那个哈、啊，就到日本去了、啊。那到日本去的话，到东京大学读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这个理论啊。那后来好像就是在华侨的一个东西做。就一辈子都就是在日本啊，那他这个1991年可能啊就已经知道说得了肺癌，那他儿子是日本的话是医生啊，就安排他到那个啊到很好的一流的病院里面去看，那他很多亲戚也送给他保健药，他吃了七八种以上啊，结果那个血液的那个癌症都很高，可是。有些东西就验不出来，所以医生都非常困惑。在得了癌症91年的时候啊，就开始了他最重人生最重要的几年的时间啊，就是好好的编辑出他父亲的这个诗集文集啊，这个所以在他96年过世了、啊、97年的时候，彰化的这个文化中心帮他出版的上下册陈锡谷作品集，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个他也有编辑照片集的嘛，那可能都没有完成嘛，他就过世了。那林庄生先生，这个，台中一中毕业以后啊，就到中兴的这个农学院的样子。那出来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在那个彰化银行做的可能将近十年啊的工作，都快那个了，所以他30来岁的时候才出去美国啊，在威斯康星啊得了这个啊农业方面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博士，然后就被应聘到加拿大的这个政府啊去那边工作，直到退休。那退休了以后啊，这个他就开始回馈这个。台湾的这个读者，我们这个林庄生先生的父亲、啊、叫做庄随胜。那庄随胜的话是台中的中央书局的创办人、啊、挂名创办人。那他也在台中图书馆做过一些事情。那228事件的话被关过几天、啊、林庄生这个退休以后就开始写他的父亲庄随胜跟他的父辈的这个人、啊、那这个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就很有名，这个得了什么金鼎奖。也在做自由时报有出版，这里面谈了很多他同时代的父辈的人父亲已有了啊，因为庄随胜先生都没有像这个陈锡谷先生留下这么多的作品。那庄随胜先生其实书法也非常好，那他们跟陈锡谷先生都是到日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在日本明治大学啊毕业的。今天我们主要的根据的一个是就是林庄生先生跟这个陈立雄先生的通信集71封啊，还有这个林庄生先生帮陈立雄先生的一些作品啊，把它翻译出来当做这个附录啊等等解说的啊，就变成一本这个两个海外台湾人的闲情心思啊。那这个其实啊是2000年出版，这是1999年出版啊，这个就一个海外台湾人心思。那庄随胜先生其实书法也非常好，那他们跟陈锡谷先生都是到日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在日本明治大学啊毕业的啊，那这陈锡谷先生也是很会演讲的啊，也要考虑竞选这个议员的话，家里很有钱啊，那庄随胜先生很多人帮助他这个成立这个中央书局，那中央书局的角色不一样，他以前庄先生
气沟中的这些气沟这个上海的上古遗址馆，就引进了中国大陆当时很多的这个的作品的出版品跟这个日本的，所以台中的中央书局他自己又出版了很多一些书了啊，这几十本的书，这个很有文化的影响力啊。可是他没有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出来，就说他的儿子啊，就好好的写他啊，写他的故事也蛮多的故事的、啊。那陈锡谷先生、庄学生先生他们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投资啊，心血都很用心。庄学生先生把那个林庄生先生啊，就送到那个日本人家里去住的，一起住了两年左右，去学习日本的礼仪文化生活。这些林庄生先生啊，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有愧这个先人了、啊、所以他要整理出他先人的这个作品啊，第一优先，因为没有整理出来，就大家都不知道啊，台湾有这么有名的这么好的诗人、啊。在这个也许七八年前的时候，知道的这本书就买来送给朋友了、啊。那后来就是知道的说，林庄生2015年过世嘛，2014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中兴大学的廖振禄教授啊，去加拿大特别去访问他。那我特别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林庄生跟这个陈立雄先生的友情啊，那这个是1992年出版，这是2000年出版。其实对不起，这个是这两本书了。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这两本。当然你要知道说林庄生的背景嘛，才可以知道他除了这个《怀四又怀人》以外，他还写了蛮多的东西啊，散文呐、啊，哈、啊，都回忆台湾的长远路程啊。那这个是站在台湾文学的边缘啊，又有一个是一个海外台湾人的心思，所以起码的话有这四本。他这个在通信里面讲说，他有些文章啊，譬如说他写那个雕塑的那个大师啊，那夏先生啊，对，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他花了将近10年的东西啊，10年的东西啊，所以这位他父亲的这个侄辈啊，也认为说林庄生对他的雕塑艺术了解最多，也希望他写。他想了10年才写出来，所以说他常常在讲说，在这个信里面讲说，他有些文章都过时了好几年啊，你又很认真的在那个。那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的同一辈的人都是受日本教育，他们都是小学之后都还是日本教育啊，毕业的时候才是那个光复。那小学的那些同学，很多同学啊，他们都不会中文，不大会中文。都用日文在写作，像台中一中的这个校友啊，老校友的刊物等等。那林庄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知道后一辈的人已经都不知道日文，
很没办法读的，所以都把它翻译成中文。哦，这个是表姐。那这个是还有很多的他们两个人之间在这边讨论的一个东西，就讨论台湾的作家啊，即使是日治时代啊，很多受日本教育的，他中间到底有多少人啊，能够这个用日文写出文学的作品呢？陈义雄先生啊，他就讲出了这个问题。其实他说没有几个，因为日语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没有，可能你没有花好几十年的功夫啊，下去啊，你写不出文学的日文。那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胡适之先生啊，在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主持中央研究院，然后要跟那个胡特基金会申请基金的时候，那些中央研究院的一些人就写那个信去申请嘛。胡先生就看了说，哇，这个外国小学生写的英文的，那这个只是他们谈的当中的一部分啊。你看他在这边写了一个台湾人的心思，他的父辈，他们两个人的父辈是好朋友。那林庄生先生有一篇呢、啊，写以后他到家，他去那个彰化中学的时候啊，顺便去拜访这个彰化的这个陈锡苦先生啊。陈锡苦先生要他留下来吃完中饭再走，那一点多才开饭，那因为给他杀了一只鸡啊，请客啊等等啊。哇，他看他陈锡苦先生在吟诗的方式跟他的父亲吟诗就不大一样。那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因为相差一年，1929年，这个一个是1930年嘛，在台中一中相差一年，好像只是没有什么很深的交往，可是知道是父辈嘛啊。那等到他这个生命的中期的时候啊，这个林庄生主动的讲说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你有很多的学问啊，你都要好好的留下来表达出来啊，你要多发表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你写的东西都很有内容，这里面就一直鼓励他，啊那个，我们这个陈义雄先生在日本，他是认为是他习惯这个懒散惯的，所以都没有什么发达啊。他翻译的基本那个像那个天下文化有一个中国动荡的原因啊，他把它翻译成这个日文在那边发表。他是说一边看电视啊，一边打字或什么东西啊，两个月三个月、啊、就把它这个解决了啊。那他说他花太多时间看电视了啊。那他也翻译了那个刘冰燕啊的这个自传回忆录啊，是很了解是中国的一部社会史啊，在那个时候的啊，60年代70年代，他有编一本书叫做。台湾日本写的啊，台湾抗日小说选，就是说台湾很多人写的那个小说啊，是有抗日，包括他父亲的陈锡苦的这个三篇啊，他父亲总共好像只有写五六篇小说，短篇小说啊，他后来父亲他陈锡苦先生说，他的才华不在短篇小说，他的才华在诗歌。那陈锡苦先生也写过新诗，他也觉得不大是因为他从小就受汉诗的信念，所以他们就写那个很不大需要注解的、很浅显的这个古文诗啊，这个是很有特色的啊。你通常不需要注解就可以，可是那个他是讲究很多韵律的啊。所以他编写的话，就前面有个序言啊，前言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状况，为什么台湾对这个警察啊。这么感受这么深啊，哦，那个这个基层检查是台湾的很多人民的功底啊，等很多。那他写的这些前言以后，林庄生先生把它翻译出来。陈义雄先生啊，其实他也很蛮重视中国的东西，那也有中国的那个中，对他们对很多以前的人来讲，中国跟台湾是一体的。可是等到90年代开始的时候。台湾这个解严以后啊，有选举啊，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方式，大家渐渐了解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在想说，哇，台湾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啊？基本上来讲，就是由台湾人去决定了，啊，那这个就是民主的话，就可以林庄生先生有很多他的看法，民主的话可以产生很多很好的结果啊，所以他们也是很关心台湾的这个前途的发展啊，那我在那个我的一个部落格啊，叫做翻译人行道啊，里面有写两篇啊，我想就是对有这些东西比较有详细的介绍。一个就是陈义雄啊，他翻译的四本书，就从中文翻译成日文啊，
啊，他的日文相当不错。你看他是外文，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又到日本那么久啊，他日文比较好了啊，好的多了啊。那这个是，我就介绍他这四本书啊，这个可以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好好的详细的去了解啊。这里面呢、啊，1995年的时候啊，日本的这个文艺春秋里面呢、啊，有他每一年都有一个、这个高中生的作文比赛，那有人得了这个奖啊，得了奖之后啊，林庄生先生看得很感动，就把他翻译出来，而且去跟那个日本这个讲版权的问题哦，说没有问题，在杂志发表等等啊，那就在一直找不到地方发表，最后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等等啊，那翻译出来啊，这是林庄生翻译的啊，那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小孩子这个突然他的母亲啊买了一只羊，叫他养，那养了好多个月的时候啊，他家里人把那只羊宰了，大家都进补啊，哇，那个小孩子开始心里不愉快，后来给他叔叔劝告以后啊，他觉得就可以吃的那个羊啊，那羊肉的那个汤啊，那您那个陈立雄先生啊，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他觉得这个真莫名其妙。我自己养的宠物，我绝对不敢吃。他说他的家里的鱼池啊，他从来都没有去养啊，都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那有一天，他太太就把那些鱼啊长得很大，就把它拿来煮啊。他说他跟他小孩子都不敢吃，他家里养的鱼池里面的，那更何况是每天都在养他的羊呢？那这些这个东西其实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啊，他那个陈立雄先生不喜欢这篇文章，高中生写的，虽然高中生写的。那林庄生先生很不一样哎，他讲出他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啊，他说他常常很多那个加拿大的小朋友啊，去他们的单位去这个参观。结果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个，第一次知道说那个牛奶是从乳牛那个挤出来的呢。他说他们以前还以为是牛奶是由那个 plastic bag 塑胶袋里面挤出来的，塑胶袋可以生产。这小孩子就这样，他所以说他认为啊，这个小孩子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是小孩子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啊，不要有那么太大的感情用事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那林庄生先生为什么会翻译这篇文章啊？很多人觉得不错，很多人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不见得应该第一名啊，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各位这两篇文章可以给各位去参考一下啊，各位去参考一下，这里面讨论的非常多的问题啊，这两他们通信录里面，尤其就是讲说，譬如说台湾的这个人鹿的张比的事情啊，啊，哪些人这个啊，哪些人是在靠比较亲日的，哪些人是对台湾比较有贡献的，这里面谈的很多哦，就是他们的先辈的东西。那我个人是觉得，从这里面当然可以看到说，哇，他们怎么样在相互鼓励啊，啊，相互之间的，不只可以讲说相互期待，可这是需要鼓励的，人写文章啊，什么东西都需要鼓励。所以后来林庄生经常讲说，哎，我发现我们的通信、啊、可以编号，以后说不定可以出版。那他开始就把一些摘要先出版一下，那这一本最完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啊，那譬如说这个林庄生写一个日文来讲，就千里子改那个东西里面，他就几这很多东西都没有写出来，就几个说要这样改比较好，怎么样啊？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是在加拿大。一个是在这个日本，那他们在关心的是台湾啊，以及他们的这个他们先辈的这个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评价啊，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这个重要的东西是哪些东西啊？啊，这个日本的国情是怎么样？加拿大国情是怎么样？那我从林庄生先生的里面得到太多的东西了啊，譬如说这个林庄先生呢。在台湾啊，买了一部这个1941年到1945年啊，尽管那个主编的那个民俗台湾，这个是那个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啊的民意运动里面的一个台湾版
他就很认真的买了这一套，现在又重新把它重刻版啊，纸本好像1万块钱左右，那当时也许更很便宜很多了啊，所以他就带回去加拿大，看完这个东西，把它重要的摘要的话写成一篇，将近也许6000个字、8000个字的文章在这个地方发表，你就感觉到说精华的东西，台湾的纸做的产品呐、啊，啊怎么样的东西哈、啊，那我在那个另外地方哈、啊，我也介绍过这个台湾的哈、啊，这个金光丈夫跟那个啊，他们招待这个柳宗悦先生嘛，日本的名义的这个啊最大的东西到台湾来，那收过的大概71件的东西回那个日本的名义馆啊。1941年左右啊，1941年啊，林中生里面故事太多了啊。当他父亲呢、啊，我认识了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人，那日本的这个先生啊，他以前在到台湾之前，这个是台大的这在医学的教授，他以前就在那个伊朗，他在伊朗的时候啊，他们都日本对伊朗有古文化啊，伊朗就波斯嘛啊。古文化的话都了解很多，就有一个很大的铜盘，啊，就这个用铜的这种可以放的东西，就送给这个林庄生先生放在家里。你看他这个，就对他就是说保护，在这个当1948年的时候，日本这个投降嘛，台湾人很多人就保护啊，那他们林那个庄学生他们就保护的这个日本人啊，啊这个东西啊，就建立的。很不错的关系啊，这个不是去那边住在他家，不是那个是教授。那这个教授在台湾有一个这个著名的有一个文人啊，啊有一个文人叫朱典人啊，朱典人的一些小说啊什么东西啊。那不幸的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枪毙了，就是毁谍啊。那这个日本人在那边哇，我们好朋友。那台湾因为医学里面都有交流，后来有人跟他讲说你那好朋友被枪毙了，很生气啊，他就引用了那个伊朗的一个《列王传》啊，那个是一个很长的史诗里面的一段话，来表达他的愤怒啊，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我刚刚讲这个啊，这个民俗艺术的故事啊，这个伊朗的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啊，这个东西。也相当令人感动。那个林庄生先生的话也讲说，也跟那个廖振武先生讲说，他们的公务人员退休的话是怎么样哈、啊？就是也许是前几个月、前30个月乘以1/2啊，就是走的替代率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50%、50%左右啊，就是这样子。日本那个加拿大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这个参考啊。我是觉得说这个林庄生先生他活得比较久多了啊，他的毅力也非常的好啊，他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也许这个是比较有那个陈一雄先生比较有才气，可是他啊在日本因为你没有受到一些刺激啊，你不会想说要写用中文来写书啊。我还有里面的话讲彰化有一个人出了一套啊叫专心文库，那我以前就是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用心来弄那个专心文库呢？后来啊，在这个林庄生的书本里面啊，就看到说哇，原来那是那个彰化银行退休的秘书啊，他们这个在文化上的功夫啊，这个翻译从日本那边翻译啊，他们日本都很不错，翻译到20-30本啊，就是这样那个文库型的那种东西。啊，字印啊，专心文库，啊，相当不错。那这个是彰化和美的墨也墨啊，静默的墨。这个是陈锡古先生的，在那个1931年好像盖的啊，1931年盖的。当时盖的这个好像花11万啊，日本跟台湾用的钱是一样的啊。那10万块钱可以在京都啊，就可以对不起，可以在东京就可以买豪宅，根据这个司马辽太郎。那现在这个。墨园啊，哇！你看这个整个巴洛克的东西就一排啊。那这个墨园现在前几年发生一些事故啊，那现在说要成立一个这个基金会来
来把它重顾它啊。我想这个莫言是很值得的。那这个莫言就这个诗歌里面很多东西啊，花很多心血啊，在这边那个弄那个花园啊，莫言前面的花也种很多花，很漂亮啊。廖振富先生跟那个林兆生先生夫妇啊，林兆先生 的太太就是郭婉容的妹妹啊。那个背景啊，就是那个抽象艺术，这是林兆生自己弄的，所以林兆生有艺术的天分啊。那他跟那个有在谈啊，跟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学大佬啊有在谈这些叶荣中先生啊。叶荣中先生去美国去跟日本去走半年，跟那个林兆生见面，跟谈起的这个夏雨先生的雕塑，哇！叶荣中先生就把他家里的一幅那个大的雕塑啊，叫他女儿一定要送给那个林兆生先生，因为这是知音的 啊，这是夏雨的知音的 啊，这个我不晓得那些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很有意思啊。那他，譬如说他。林兆生先生翻译的那个1915年的时候，全省的很多人捐献来盖这个台中一中，啊，台中一中是将全省的这些大佬盖的。那他把主要的前十人的捐献的东西出来，你会听看着有点惊讶啊。像孤家孤家的话，他这个捐的这个最多的是这个呢，最多的是孤显龙。3万多块钱，各位看看哦，他们盖一栋那个家那个别墅啊，在将近30公尺的这个东西，才花11万嘛，那一间就建了3万多块钱。那林家的话，很多加起来的话，大概4万多块钱啊，六七个人加起来啊。那个林兆生先生都会把这些东西啊，详详细细的这个，在更详细的报告出来，就是台中一中的真正的创始人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得介绍说台湾的工艺品啊，他很重视这个台湾工艺品嘛，啊，所以他是买了那个陈那个严水龙先生设计的这个那个皮带环啊，皮带环。那陈锡谷先生的作品的话也相当有意思啊，他的新诗啊，秋晓。枯黄的落叶啊，枭雄的四肢啊，啊，沾溢着几许清露啊，懒见敌在贪恋的他的小睡啊，虫儿也不鸣啊，鸟儿也不叫啊，眼镜春色啊，都被迷茫的小烟锁住的，只有那凌霄竹干啊，还显出着他的精神。这是陈锡谷先生很少的这个白话诗啊。啊，他那个奈何先生过世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哭懒吟兄》嘛，哈，谈心已结少早同寝呐，知己何堪生死分呐、啊？他日定军山上路啊，夜明时节最思君。是那个啊，定军山就是八卦山呐、啊，啊，这个大概就是这很多，我就是简单的跟各位，那也把那一套那个忘不了的那个小学生五年级写的忘不了的这个盛宴那边也附在底下给你参考。